是一年除夕到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你加班的吗？下面请欣赏小品《除夕加班》，尊嘟讲嘟。今年除夕不放假，上班本来头就大，这下又没法陪爸妈，我得赶紧溜，免得呀被他们骂。我是图图他亲妈，除夕居然不在家，大家说像话不像话？不像话！站住啊！妈，你别弄了，我都快来不及了。那你说，公主请让我出门？公主请让我出门？不行！哎呀，我不跟你闹了，我要走了。平时你就忙，今天除夕必须在家。又不是我自己，今年大家都上班。胡说！我怎么不上班？你都退休50年了，你。不是你搁这cos红绿灯呢？嗨，行了，我跟你们老板理论，他姓什么？姓石。姓石？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值。妈，你这功夫去跳广场舞不挺好的吗？那不行，我是 A 人。嗨，什么 A 人 E 人？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。观众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了！爸妈不说了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你这儿子调休啊，我同意。没有国哪有家？调休面前无爸妈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不对！你看看，观众都听不下去了。你知不知道咱儿子是个警察，保家卫国需要他，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吗？咱儿子是个保安。追组长。你们以为我在无理取闹，但是眼瞅着儿子忙了一个年头，除夕夜还得上班，当妈的呀心疼。这样吧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包饺子，待会儿去他们单位给儿子送去，咱们一家三口一起过大年。太酷了。来吧。